大家好，我们是 Infinite 首席四重奏。因为有无限的可能。第三次。首席荣耀。怎么弄？这不能拿吧？我们好难哦，感情蛮好。这是真的正经。没有讲，也有真的不正经。他很 organized， 他是我们非常好的 librarian， 那个谱都要用的非常的精致、很干净，就像出版社刚印出来的。要想办法抽时间去买面包、泡茶。哦，泡茶，或是希望哪一个？可以都不要吗？骂就好了。我女儿刚好在歌唱比赛准备，所以我最常播的是快乐天堂。还是来欢迎你们。3、2、1。喝啤酒。五度音。一心学习阿德梅西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4月22日，星期天下午2点30，来听就对了吧？不听可惜，非听不可。